教育部长吴茂坤今天受邀列席立法院教委会，会议开始前，蓝委将吴茂坤团团围住，抗议部长违法，要他下台。那你就下台啊！他这个民进基金会也是先去。有人告诉我是民进违法，我就下台。民进违法，那已经讲了。要去了解，我到现在还不知道。部长，当时他不清楚吗？部长，下这么多人还要去了解？部长，教育部长没有袖手之心，凭什么当教育部长？昨天法务部次长蔡壁仲的说法更直接证明了我们现在教育部部长就是一个违法的部长。难道不需要先检讨自己的教育部部长吗？检调难道不应该先查我们的教育部部长是不是违法？我们之前质询你的时候，你说你这辈子都不会做错，如果你有违法的事情你就会下台。蓝营围剿教育部长，冲突越演越烈。吴茂坤下台。吴茂坤